我好像之前听嘉南提起过，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？对啊，他肯定说了不少坏话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是好话。嘉南，你吃。哦，谢谢。一人一半吧，谁也别让谁。哎，你好。嗯。帮我上一份千岛酱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你不是不喜欢吃千岛酱的吗？他的确不喜欢吃。想不到这么多年了。你还记得我吃烤鱼喜欢配千岛酱的习惯？这么奇怪的搭配，想忘也忘不掉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真不饿。你吃一个吗？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几位都没有受伤吧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你看不到吗？我们这桌四个客人多么帅气，多么美丽吗？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毁了容，全世界的平均颜值都会迅速下滑一个档的。是是是，十分抱歉。怎么做生意的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没事吧？我看看你的腿。真没事，真没事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就好。嘉南，我看你刚刚惊魂未定，滴酒未沾，你帮我送下风瓶呗。好，没问题。陆桥，你怎么了？我胃突然好疼。胃疼？怎么回事啊？应该刚回来一时不太习惯吧。那要不要去一趟医院啊？我先送你去医院吧。那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吧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那我先送他过去了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哦。她想怎么样都和我没有关系啊。我只是善意的提醒，她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。我想你搞错了，我跟她并不在一个战场，所以不是对手。而且，他也不会想与我为敌的。而且，我也站在你这边。不跟你胡扯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